那爸爸呢？爸爸呢？爸爸会接触的会比较少一点。父亲啊，对，父亲，你跟爸爸用接触的这个词儿来形容吗？因为我三个月的时候，爸妈就离婚了。哦，对，就离婚了，哦、所以 对，然后外婆养，对、哦，所以就属于这种，所以、哦、怎么说呢？就不是说感情不好吧，就接触的会比较少一点。你父亲已经去世啊？对，两年。没有，去年9月15号走的，爸癌症，胃癌，一年。我的生活方式，我的生活习惯，我的思考方式，都是我爸。